你认为王金平院长不参加初选，你猜他的盘算什么？心里有愤怒。一早有王金平讲出心里话，郭台铭再打网红牌跟蔡阿嘎快问快答。你觉得柯P会不会出来选？为什么？我觉得只要有机会，他就会出。那问题是，如果您初选过关，你觉得韩粉大军会投你吗？不怕韩粉，非韩不投。郭台铭对自己很有信心，还要拉着白绿跟他一起这样做。戴上国旗帽去北京大喊“中华民国万岁”，喊了一个口令。那我约蔡总统、柯文哲，哎，啊，大家一起跟我去。郭台铭见招拆招，就连蔡阿嘎化身酸民，他也能反将一军。你就是血汗怪老板，我叫阿嘎，你干嘛？又扯到我。回来，脸颊都有多少？要看你工作的质量。那郭台铭的形象啊，就是靠一些媒体行销洗出来的。那我就讲，你阿嘎是来洗的吗？我没有。如果有人说，那我是这个包装出来，那你也是包装的。要颠覆过去的既有形象，郭台铭频频跟网红合作，要拉近跟年轻人的距离。TVBS 新闻王国林、林婷台北报道。